大家好啊，今天家庭聚会烤肉，看看在身后已经准备好了点火。你看他们熟是不是兄弟啊？不好整，怎么知道？啊，整个风扇，整个神器按反了。不是你这俩头没关系。哎，这个边着吗？本来是吹风，别往里抽。这么人就等这点炉子，一会儿不能给那个风扇叶烧了。那个塑料叶蹭上就是烧了。风扇叶，赶紧。啊？这还一撒一个。那是吹的啊。哎对。哎对，方向不对，这样，再见不对。先看看火势。哎呦，我又个不少啊！对，这亮起来，亮亮的。细毛骨啊！他这玩意儿炸弹二锅头，一会儿。这边还有。花生毛豆，洗菜就大就在大河水洗，就大河水就洗菜，这水挺清。有干的，有看的，还有拍照的。裤子用完了，浇点水，浇水，浇水。金针蘑、鸡头、牛肉、杏鲍菇，看看这个卤子，二宝好不好吃？吃差不多了，开始聊天了。